据网友描述，肖战、李沁主演的《梦中的那片海》近百人的剧组在520进入北京某小区拍摄，小区业主质疑给居民造成了潜在的疫情传播风险，是否违反防疫规定。之前王渤和梅婷主演的某剧剧组也曾因为进入某小区拍摄被业主驱赶后道歉。对此有网友向相关部门反映，得到反馈称确实存在与业主沟通不够的情况，该剧组已停止了拍摄。